那是环路去警察查到，开在关渡超载吊车，车道顶头载着两台已经报废轿车，后面佫拖着一台车辆准备落去的车，沿路佫做出超车飞檐的动作，好对着后边驾驶是相当紧张。我超车呢，小啊，敢袂伤危险？你要超过呢吼？歪瞄。昨下咧根本就无看伊讲伊拍什么红灯啊？这台车沿路开了两三公里远，一路上摇来摇去，真无稳定，严重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警方也以道路管理处罚条例第37条，开罚9000元以下罚款。如果我们巡逻同仁看到影片中的情形，我们可以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，实际测量有没有超长、超宽、超高或超重的情形来举发，也可以依载运货物不稳妥、行驶时鲜有危险来举发，处3000元以上、9000元以下罚款，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。这台吊车虽然无警察查落，但是危险的行为已经被后边驾驶用着行车记录器录落。警务呼吁吊车业者，唔单为着省油，做出超载也是影响到用路人行为。呼吁拖吊车的业者或者是驾驶，不要为了省多载一次的油钱，就有影片中的行为。那其他用路者有看到这个行为的话，也可以立即报案，我们会请线上同仁立即前往处理。警方进一步表示，这款危险开车行为，万一来去伤到其他用路人，造成无辜伤亡，这是驾驶人无多承担的后果。记者陈明婷采访报道。